近日，有博主盘点了一组路人镜头下抓拍到的刘诗诗。在高清精修之外，照片中的刘诗诗美得十分清新，不做作。之前刘诗诗早期为某志拍摄封面大片曝光，淡然闲适，恬静美好，在上海的法式老公寓里享受温暖的午后时光。最近刘诗诗登上红秀杂志的封面，杂志形容她一头飒爽短发，状态好到发光。大片在意大利的海滩拍摄，诗诗并非独自工作，她的丈夫吴奇隆一直陪伴在身边，车不离驼，就像他们那些机场牵手照一样，不是表演给大家看，而是日常本就如此。刘诗诗这几个月她跟老公到处飞，回台湾潜水，到英国陪吴奇隆进修，而这次的意大利拍摄仍然是相互陪伴。休息期间，刘诗诗不让自己看任何剧本，因为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，她就会忍不住接戏，说好了休息就得休息，为了不让自己动摇，她干脆什么都不看，悠然自得。拍摄期间，吴奇隆时不时拿出冰淇淋或者饮料，默默用眼神询问妻子是否吃喝，一旦对方点头，他就一个箭步冲上前投喂，简直就是把妻子当成女儿一样宠。